难得的一场，现在匹配求生者不知道几年哦。敢宅你怎么那么重？我不说，大家还以为我家放烟火嘞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这一局，这局是太宝贵了。现在玩一场求生者哦，不知道匹配多久啊。杂音特别大，不过没关系。跟你们说，最近疫情哦，就待在家，不要出门。对，现在休机，直接休了，没有在怕的。我喃喃叫，不要过来，走开。这台机子是我的，监管来了，继续修，不要管它。来，哦，是个小红啊，红红的，像个八婆。嘿，跳舞给你看。来来来，砸板不贪，来放镜子，还打不到我，没有用。对不起，说错话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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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还不行，来人来救我，先知不要跪，直接救，对，先知就是这样，看你的好 bro 被绑了。怎么狠心不来救我呢？是吧，我的先知小伙伴们，先知来吧！先知，来先知卡半，喏，过半秒救，这不是个好征兆呀！你知道哦，不知道怎么走位的时候就不要走位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啊。我们奥利给大师的名言：遇到什么困难不要怕。奥利给，哎呦，跳板啊，跳板，跳板，跳板，啊，拜拜喽。好，那我飞了，我飞了，你满意吧？我飞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红蝶。